然后接下来，燕子口刚才过了，燕子口过了，好，五个碳到十个碳，五到十个碳叫做汽油，十二个碳叫做那个椰子油就对了，叫椰子油。各位看右手边这边，哇，有很多的往那边走，刚因为那边我没有看清楚，那边是燕子口，很多湖穴。等一下啊，看右手边这边。对，这个都是泰鲁格峡谷，全部都是泰鲁格峡谷。多长啊？他没有这样算过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哈。前面又是明隧道，有没有看到？前面又是明隧道了。像右手边下面这个利乌溪就比较清楚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又看到右手边下面那些石头，大理岩，我不讲大理石了，它叫大理岩。